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香太厨房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西洋菜排骨汤，即刻同香太一早去行街市先。早晨啊，今日天气有啲冻啊，今日粉红口罩衬翻粉红话冇戴，依家又去街市买猪肉。而系早上嘅6:55，见唔见到今日几大风？除咗雨粉之外，啲风都好劲。但我今天竟然穿了一條短裙出街啊！天好天黑啊！我戴了眼鏡，唔該。又是我啊！是不是很悶啊？成日都見到我，17:00就飄過嚟找你。好啦，我今天好柳妹頭啦，我以前的最愛啦，係啊係啊，係啊係啊係啊，好 OK 夠。O K， 咩啊？正啦、啊、正啦、啊，正啦、啊，但系好多肉啊真系。我开埋排咩啊？咦，系冇理由唔爱眉头第一刀咁早嚟，系咯，切咗佢先，眉头少少咯，少少真系少少，眉头第一刀，同埋爱我都系要翻排骨头，煲西洋菜啊谂住。唔知啲觀眾睇睇咁多會唔會悶啊？又係你啊？又係你？又係收平個1-2元雞？成日計較個1-2元啊喂！啲師奶係咁噶咯，我哋睇細數啊嘛，男人睇大數。嗱唔係男女歧視啊，大家真係唔好對號入座。吓、啊！第一刀要几多？第一刀少过半斤，叫做攞个二头啫嘛，烧咗啲毛去啊！唔该你。OK， 西洋菜煲咩好啊？西洋菜，系啊，鸭肾咯，陈肾系啊，火皮啦，红萝卜啊，南北杏，南北杏啊，系咯，红萝卜啊。甜啲啦嚇，紅蘿蔔可樂可不辣，求其噏兩個餸俾我啊！我買咗啲豬肉炒咩好咧？食咩？炒好多嘢都得㗎，炒莴笋啦，炒細菌啦，好多嘢。哇！全部啲細路仔唔中意食嘅嘢，你噏咗。一斤多啲，140。全部加埋幾多啊？加全部加埋240。搞錯，成日都240，點解唔揾一次249咁樣收平我9元？你成日都話要零頭零頭啊嘛，睇下其他人喺度做緊咩？第二啲肉檔啦，嚟啲魚檔啦，魚檔魚檔攞曬啲魚喺下面啲車攞曬上嚟，好勤力。好，攞翻我啲豬肉先，240元排骨頭。冇啦，几贵？三样啊，食素算啦，唔使咁贵啊。好贵唔贵？好啦，睇下呢个靓姐先，哇，啲货喺晒度。睇下靓姐有咩靓菜。早晨，靓姐，睇下你有冇靓菜啊？系打靓菜呢排，有啲咩靓菜？煲咩汤好啊？呢排？哎呀，真系心灵相通嘅，点解依家同你真系当做啊嘛？嗬，几多钱斤啊？16元斤。啊，我呢度抵啲嘅喎，头先嗰间20元斤。好啦好啦，西洋菜啦咁。西洋菜嗱，呢间16元咋？认住呢个靓姐啊！哇，粉红色鞋几 sharp， 几娇俏啊！系啊。一斤够唔够？咦，好似我都够啦，够啦，系嘛？你一斤嚟搵先？3-4个啫嘛，细路仔两个细路仔。多少少俾你，会唔会太多啊？好好，差啲俾我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因为你唔大家一斤咯。好好好好，多睇下仲有啲咩先？菠菜咯，菠菜咯，买啲菠菜，买啲油麦菜。菜心连菜心都有。好。样样菜都有，好。好啊，你帮我执啊！俾20元你啊！好啊，好啊 ，thank you。喂，今日唔使咩啦，唔使执。
啱啱就咁洗翻只粉。O K， 连埋啲款攞嚟煲啊，有啲。俾个红萝卜我啦，好啊好啊，红萝卜啊，摆个红萝卜细细条得啦。啊，抹手一间嘅红萝卜，屋企仲有一个椰菜。咦，妹买菜突然间有橙卖嘅，有啲时间就系嘛？但系依家啲橙好酸啊，好、好甜啊呢、這个。但系我个仔有少少喉咙敏感啊，依家转天气，所以唔好食橙住啦，都系。好，好，我唔要铲住啦，下次先。唔系炒俾我食。好。你有咩菜？我菠菜啊。系啊，菠菜。菠菜一斤菠菜啦，靓唔靓啊啲菠菜？都靓喎，我见到都系几多钱斤啊啲菠菜？十六都系。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一斤菠菜，阿明你食唔食啊？一斤吓？阿明食唔食？咩嘢啊？阿明食唔食？咩？阿明豆苗，我唔食，有啲仔唔中意食嘅。系咯，唔好爱啦。食住菠菜先，屋企仲有个椰菜啊，都睇下先。栗子，栗子，栗子炆。嗯，下次嚟买嗱，佢有啲栗子咧。剥晒皮又好勤力咁样，当然系贵少少啦。咁几多钱啊？啲栗子点卖？剥咗嗰啲咧要30蚊，未剥嗰啲20蚊。哦，剥咗嗰啲30蚊，未剥20蚊。佢都系你都系整翻啲皮啫嘛，翻去用热水焯一焯咁咪得咯嗬。系咯系咯系咯。OK， 如果你想再悭滚水碌一碌咧，就买30蚊嗰啲。系嘛？嗰啲有时放工，有时啲人快靓正翻屋企即刻整噶嘛，唔好搞咁多嘢。好啦，爱住咁多先，过两日再嚟买。OK， 啊好啊 ，thank you。葱炒蛋又一样送。好啦，爱住呢度几多钱？好，唔该，俾钱先。仲唔翻上去？吓、啊？你阿爸开档，你喺度叹世界啊？吓、啊？我依家要寻觅啲靓仔喺街市。结咗婚未？啊、结咗婚未？喂未喎、啊，喂各位靓女，今日未结啦，今日未结，好啦，拜拜，鱼档啦，好开心啊，同佢哋咧一早行街市，我依家中意咧早啲行街市，冇咁多人，咁行完街市咧，同啲靓仔靓女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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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咧，就个人醒晒，好开心，依家要翻屋企煲汤，小心啲啊，喂，唔好喺度行，喺度打机。知咧，朋友介绍咗呢一间炸鸡髀，哇，好正，18蚊只，好好味真系，18蚊。呢条系咩道我都唔知啊。总之系呢一间隐世小店，起起啊叫。去街市行有咩好呢？就系、是、你可以知道有啲咩蔬菜系特别时令噶啦。嗱，依家咧香港嘅11、12月咧就系、是、当造噶啦，呢个西洋菜。就咁蒜蓉清炒啦，或者我嚟煲汤咧都好好味噶。上次肉档介绍嗰个猪展连骨咧系好好味，好多肉啊。但系咧香太始终都钟情呢个排骨头啊。嗱，一样都系用盐啦，腌佢6个钟，记得系唔需要洗噶啦。仲有呢个果皮咧，我哋咧因为浸完嘅水，我哋要翻噶，所以咧我哋洗干净佢先至浸。浸完我哋一阵间要刮囊嘅、哦，而呢个陈神咧喺普通嘅中药材店或者杂货铺都有得卖噶啦，几蚊一个啦。咁咧用好热嘅滚水浸佢5至10分钟，浸到佢软，一阵间就会切片噶啦。西洋菜咧，因为咧有时咧会黐住啲细细粒嗰啲水蒺咧喺入边嘅，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咧要用盐啦去浸佢20至30分钟左右啦。今次煲呢个西洋菜排骨汤咧，就冇发现啦，浸咗半个钟之后都冇发现呢个水蒺，但系下一集咧就发现啦，影埋俾你哋睇添。西洋菜咧，我习惯咧，因为咧我煲汤都系方便小朋友咧一啖摆落口，唔使话一条好长嘅蔬菜摆入口啦。因为小帮手始终都5岁啊，有时咧佢好易俾啲食物啃亲啊，所以咧我就切碎啲，咁咧就食嘅时候就放心啲、安心啲啦。香太咧，如果出街饮呢个西洋菜汤咧，经常咧啲西洋菜都系长奶奶啦，好长好长嘅厨房咧，我谂出街嗰啲厨房唔会咁有心机帮你切碎晒佢，咁咧所以咧又要用筷子又要用匙羹比较麻烦啲啦，所以咧切碎啲方便自己方便小朋友饮嘅时候都开心啲。
香太咧煲汤嘅时候咧，因为咧尽量想短时间出味啊，所以咧啲食材咧尽量会切到细嚿啲啦，好似红萝卜切细嚿啲就易出味啲啦。红萝卜有养肝、明目同埋增强抵抗力嘅功效噶。好啦，材料表同埋做法表嘅中英文咧，片头就已经有噶啦。依家香太咧想趁住呢个时间同大家讲下西洋菜嘅六大功效先。西洋菜咧有提高智力啦，嗱，因为咧西洋菜里面咧含有丰富嘅钙质啊，所以咧可以促进呢个生长期嘅小朋友啦，佢嘅体质发展同埋防止老人家嘅骨质疏松噶。西洋菜咧有清燥润肺嘅功效，嗱，西洋菜咧系比较有少少寒性嘅，咁佢味咧就甘甘地咁样啦，有清火嘅功效啦。我哋可以选择落姜啦，或者可以选择落果皮啦，去中和翻呢个西洋菜嘅寒性噶吓。秋冬嘅时间咧，我哋咧除咗皮肤比较干燥之外咧，仲有喉咙咧造成嘅好干涸啦。咁咧饮呢个西洋菜咧就最好噶啦，因为佢有清燥润肺嘅功效噶嘛。西洋菜咧仲可以化痰止咳嘅喎，嗱，如果你多啲食呢个西洋菜咧，就可以起到化痰止咳嘅作用啊。如果你嗰排咳咧有好多痰咧，可以试下煲呢个西洋菜汤。西洋菜咧仲有利尿通便嘅作用嘅喎，嗱，西洋菜你食多啲咧，可以提高我哋嘅免疫力嘅。点解呢？因为西洋菜含有蛋白质咧一至两克，仲有多种嘅维生素等等嘅，咁咧可以帮助我哋人体咧提高免疫力啦。特别咧系适合小朋友喎，西洋菜，因为咧可以增强啊小朋友嘅免疫力啦。香港咧第四波疫情又开始咗啦。香港第四波疫情又到了，所以呢我们除了戴口罩，注重个人卫生，手部的清洁，还要减少聚会和外出的次数，还要吸收不同食物的营养，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。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呢，香太这排很勤力地煲汤煲茶给一家大小喝了。嗱，我哋今日个汤咧总时间系1小时45分钟，啖汤就已经好好味噶啦。但系咧一定要有少少窍门啦吓。嗱，呢个西洋菜咧一定要咧滚水落，如果唔系咧系会有少少苦涩味嘅。如果睇开香太煲汤嘅朋友都知道啦，香太煲汤咧通常都系用呢个湿温水去煲嘅。煲滚咗之后咧，我哋咧就可以落埋西洋菜啦。咁咧再滚起嘅时候，我哋开始计大火吓，唔好转细火住，继续大火煲10分钟。咁10分钟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冚盖转细火煲35分钟。咁头先10分钟大火加呢个35分钟细火就等于45分钟啦。咁我哋咧排骨飞埋水咧，喺最尾个1个钟之后咧，就摆呢个嘅咸猪骨落去啦。所以今日嘅汤咧总时数系1小时45分钟就 OK 啦。肉咧我哋系最后1小时先摆落去，唔使惊话唔够味，都好好味噶啦。同埋咧，我就咁講冇用嘅。你哋睇煲湯嘅顏色咧，就知道煲湯係好唔好味。阿香太咧，真係冇咩叻，煲湯咧，即係都夠膽話自己好飲咯。如果跟個煲湯嘅食譜分享嘅朋友，都應該知道噶啦。西洋菜咧，香太留翻少少咧，臨尾嗰1分鐘先落去，咁咧就有新鮮同埋煲耐咗嘅菜嘅口感嘅唔同啦，咁增加個口感啦。咁你亦都可以全部倒曬落去，唔使好似我咁樣留翻少少，你又跟我個方法一齊去做又得，或者跟你自己方法都 OK 嘅，好彈性嘅其實煲湯。係啦，最後1小時啦。啊、煲完之后咧，你睇到啲颜色咧系十分之好味啊！嗱，最后1分钟，我哋落埋个西洋菜，大火滚去1分钟，即系好似打边炉咁样滚去1分钟度咧，咁呢个汤就饮得噶啦。记得千祈唔好落盐啊，因为我哋腌咸咗个咸猪骨，你已经够味噶啦。咁咧，同埋咧，我话咧，如果你唔食啲咸猪骨咧，你要夹起啲咸猪骨喎，食噶，夹起晒啲咸猪骨之后咧。就食啦，如果你唔食咧，就可以一間食嘅時候蒸翻熱啦，咁樣都得嘅。因為咧，如果你擺喺煲湯入邊咧，啲鹹豬骨就冇曬鹹味啊，同埋咧煲湯又會過鹹啦。傾下傾下咧，個湯又煲好啦，你睇下啲色水，唔使飲啊都知道係好味啦，係咪先？又自己
买花赞花香。下一集呢，我们有这个的苹果西洋菜物去分享的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啦。如果喜欢我的食谱，欢迎跟朋友分享或者订阅我的免费频道，我很快有另一个食谱跟大家分享的啦。下次再见啦， Thank you， bye bye。